今天呢，台北股市大跌299点，我讲坦白，可能又跌破很多很多人的眼镜哦。谢老师，这个行情到底要怎么玩呢？首先呢，你先想一件事情哦，我们现在想一件事情哦。昨天的时候，我已经有跟你预告，我说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，可是昨天的一个所谓收盘，它是大于一个所谓 AC， 这是昨天我谢文我所讲的。基本上哦，我一再给大家一个强烈的建议哦，你真的做到几件事情呢、啊？如果说你自己呢还有能力做计算的话呢，我建议你直接把我们的课程给带回去。那因为呢，我们的一个所谓线上课程，我们里面会教大家如何去介绍如何计算关键价，如何去计算一个所谓 AC。那问题为什么你要懂得如何去计算关键价，如何计算 AC 呢？因为很简单，主力做手的操作，它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，包括周线、月线关键价，包括一个多空主力心态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如果说谢老师，可是呢，我真的盘中很忙，我是一个外科医师，我是一个主治医师，可是呢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过去的一个所谓操作为什么赚不到？钱哎，日子过很快哦。我说啊，你要借由关键价，借由 AC， 借由主力心态，你在54个礼拜，你要赚610万，你要赚620万，你要赚20倍，你要赚30倍，真是他爸爸的超级无敌简单。那你知道你在过去为什么赚不到钱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很容易突如其来一根急拉，突如其来一根急拉，突如其来一根的越水急拉。你认为呢？这个行情呢，可能要喷了，就试价买进，就试价买进之后，等到收完盘的时候，你可能会送他三字经，他爸爸的，既然是一个骗线，让你一口气又赔。100多点，可是呢，我在节目当中，我在跟你强调，你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？因为主力做手95%的时间，他一天就只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向。第二个重点，你说老师，我没做指数期货，我干嘛需要知道主力心态？来，答案已经完全出来了。我请问各位哦，昨天晚上应该所有的一个所谓重头戏，好，所有的重头戏应该有很多投顾老师，他跟你讲什么事情？他跟你讲说，哎，南电除权除的还不错，他跟你讲说2609的阳明除权还除的不错。所以说今天呢，2603的长荣应该会开高走高。那我请问大家，长荣今天除权的这一天，到底是开高走高还开高走低？我讲坦白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在乎，我只在乎的告诉我的会员，我常教育他们嘛。就像今天早上你看到长荣开高，然后往上其他，你知道我有多少会员想要加码买进吗？我只跟他讲一个论点，你要知道大盘的主力心态，如果大盘主力心态它是空，代表今天台北股市会开低走低；如果大盘主力心态是多，代表今天台北股市会开低走高，那有很大的业水差别。就像我请问大家，上个礼拜四我们去买长荣，我们去买阳明，对不对？我们去买阳明。那问题为什么在礼拜一才阳明除权的时候，阳明会拉到涨停板？因为很简单，礼拜一的那一天，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多，认同哦，认同哦，认同哦。好，那我问大家，今天早上8:56。8:56哦，等于说呢，从昨天真的很有趣。我讲坦白的，现在我给大家一个观念哦，如果说你没有这些专业知识，我奉劝各位，你晚上哦尽量看8点档节目，真的不要看盘。你知道昨天哦晚上的时候，美国道琼先涨了400多点，就收盘变跌400多点，好，涨400多点，涨的原因我可以念给你听，涨的原因那是因为呢中国陆陆续续的解封。所以到造成呢道琼成分股当中的波音的股价在盘中大涨将近有8%。结果呢收盘的时候变跌400多点。那问题为什么跌400多点？因为美国的 CPI 的数字又大家又开始猜会变得非常非常难看。可是问题呢，如果说你看昨天 PM 盘涨400多点，那时候 PM 盘涨100多点，你跑去买你马上挂掉了耶。为什么会挂掉？来给大家看证据哦。我请问各位哈，昨天的 PM 盘从9:30晚上9:30，你有没有看到主力心态从红色变绿色？主力心态从红色变绿色，结果有没有一路下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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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早上8:56的时候，我说啊，今天早上哎，从9:30主力心态空，到现在8:56，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空，等于说单纯就主力心态的业水角度，它的方向很清楚，告诉你就是放空。那我说呢，正常而言会看到多方抵抗。好，我先讲结论。我今天我等会给大家看证据了。我今天带我会员去做多，我们赚钱的，我们是赚钱的，我们赚钱的，我们怎么做到？开始慢慢讲了。基本所以说哈，那如果来是答案没讲完了。那如果哈，你知道今天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空，麻烦你去问我会员，主力心态空的那一天，我都不太买股票，除非你是盘中量急杀。好，接下来我举个例子好了。昨天呢，8028的生阳半，每一个投顾老师都有。
好，昨天的航运类股，每一个投顾老师也都有，结果今天升阳半几乎打到跌停板，今天6217中探针也几乎打到一个水跌停板。我请问各位，难道这升阳半难道是中探针基本面不好吗？不是的，那是因为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。所以说啊，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 YouTube 的行销费用，不管你是做期货的，或是你做股票的，我只能奉劝各位，你真的要去下载我的软体，因为 CP 值超级无敌高的。高主个原因，第一个，我的软体是全台湾唯一配备主力心态的。第二个，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 YouTube， 还有 Line 8的广告行销费用，我全部回馈给大家。来看证据哦，很快就回顾哦。上礼拜三嘛，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，no good。结果呢 ，PM 盘是先下，礼拜三一路往下杀嘛，主力心态空杀到脱裤子，当心态由空转为一个水多，结果 PM 盘有没有往上拉上去？结果往上拉上去的时候，当心态再次从红色变绿色，所以说很简单，很多人说小事，使用方式会不会很复杂？总会复杂啦。绿色代表主力在放空。红色代表主力在做多啊，这样有很简单嘛，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，就上个礼拜四有没有杀一根所谓黑 K 棒？可是从礼拜四的一个所谓 PM 盘又开始了，礼拜四的 PM 盘六二三 PM 盘嘛，它主力心态多，结果呢，礼拜五的开盘的时候，在8:51的时候，我很清楚的告诉我的会员，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多，好，主力心态它是标准多，所以说这样子做多有没有很轻松？没有很轻松，一口气360点。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，我只要请问各位哦，我们是买在这个点，然后呢，这个点957没来，差2点没成交，这个点我们继续买，如果让我买到了两口的单，就高达将近有800点呢。所以54个礼拜，你说赚3万多点，我讲坦白真的不难呢。而且我的讯息我都完全给大家看，没错吧？然后跟大家预告的收盘小关价收完带 AC， 结果 PM 盘有没有再喷出去？有没有再喷出去？有，有喷出去哦，礼拜又喷出去喽。结果呢，跟大家说预告，礼拜一的时候跟大家预告收盘大于是有三四万小 AC， 所以说呢 ，PM 盘的部分的话，我们踩低阶，就低阶叫有没有很轻松，高达将近50点。好，开始喽，慢慢开始慢喽。那昨天，这是昨天过去，昨天我也给大家看了，我说了昨天的大盘主力心态空，突破变成跌破几率不大，利用急杀做多，结果昨天是不是这样子？昨天是开高，然后往下杀。问题昨天为什么开高会往下杀？因为没办法，昨天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空。那可是呢，我给会员的一个所谓观念，还有我们的教学得到什么？你等于说呢，我是一根突破 K 棒，我突破 K 棒有没有可能变成跌破 K 棒？有可能，可是几率非常非常低。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昨天10:21的时候，我说啊，心态它是空，突破要变成跌破，几率真的不大，利用急杀直接做多，结果。我们有没有买在相对？我跟你讲最低了，相对的夜水低点，不用赚到昨天 PM 盘，这样有没有很轻松？高达将近有50点。好，还没完哦。那么昨天呢，我很清楚跟你预告，我说收盘小于454，可是就多头而言，那是一件好事。这是我昨天讲的哦。好，开始喽。我问大家哈，老师，那你不准啊？你说对多头而言是好事，今天开低走低。如果说哈，我们来辩论的话哈。我会说，谁跟你想说我不准？今天 OTC 指数有没有往下急杀之后留下一条长上影线？今天加权股价指数弱，可是 OTC 指数有弱吗？好，那基本上哈，我们在市场上，我们不是为了辩论，我们在市场上是为了赚钱。那等于说呢，昨天多头它已经留下一个伏笔。来，我先给大家看第一个证据哦。这是昨天的1:19，每天呢，你都会看到我的两份手写的传真稿。那航运股的部分，我永远会另外再写一份，所以总共每天有3份的手写传真稿。我在里面呢，我有提到了，我说收盘小关键价，多头主力套嘛，第一句话，收盘小关键价，多头主力套。我说啊，基本上啊，6:30以前，你174到166做多，停损60分钟线跌破168，等于说呢，在6:30以前，你应该要怎么做？我把策略先写在这边，结果我请问各位，昨天的 PM 盘是直接跳开高，昨天外资卖100多亿，就 PM 盘跳开高，好，先跳开高，所以说这个价格没成交。那结果呢？我说6:30以后，你直接改15008到15017做多。我那时候的话，很多会员他拿到我的传真稿，在1:49，笑死，你们真笑哎呀，怎么可能会来2008到2017呢？怎么可能会来？啊，三更半夜我来。
没来，最高好最低好像是042了，最高最低042了。你要6:30以前，你用这个讯息；6:30以后用这个讯息。好，开始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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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结果呢，你呢，为什么要拥有主力心态？我还是老话一句，昨天真的是他爸的超贱的行情，他可以 PM 盘涨100多点，霸归掉 ，K 霸归掉，因为美国涨400多点，就收盘变成跌100多点。可是当你拥有的主力心态，你绝对不会追高杀低两头烧。所以说呢，你只要有电脑，你就符合去下载我们电脑版。你说老师，我不可能带着笔电到处跑。我建议大家去下载我们手机版的。可是手机版有一个缺憾啊，因为手机的容量太小了。那你也知道 ，PM 盘的总交易时间比 AM 盘来的长，所以说手机的容量没有这么样的大。好，没有这样大，那你也不是第一天验证喽，开始喽，开始喽。结果呢？今天早上第一盘，它主力心态就空嘛，局下空嘛。可是问题呢？我说过了，我昨天跟大家预告，我说多头主力套。那多头主力套的一随逻辑之下，你知道主力做手会玩什么把戏吗？会玩什么把戏吗？他一定要想尽办法去救他的多单，好、哦，想办法去救他的多单。你这样认同哦？他一定要想尽办法去救他的一随多单。所以说呢，来看清楚哦。早上呢，不管包括015，不管包括059。好，不管包括015，不管包括059，不管包括015，不管包括059，我们去做多，我们去做多，我们做多。那做多拉起来的时候，麻烦你问我的会员，我们真的卖的超级无敌漂亮的，这样子很轻松赚了70点。那问题重点来了，问题为什么拉起来要卖？为什么拉起来要卖？因为很简单，主力做手95%的时间，他一天就只会有一个方向。说老师，我期待第二个方向，那是因为你用外面套装软体，你用太久了。外面的一随软体为什么很多人戴上了头套？因为我只问一个很简单问题吧，你的软体也许一个小时之前做多，一个小时之后放空，干这样要怎么做？一个小时之前做多，然后一个小时之后放空，所以说你的call讯会一下做多，一下放空，一下做多，一下放空。那为什么一下做多一下放空？因为往上急拉的时候，你的软体有买讯；往下急杀的时候，你的软体有放空讯号。我这样讲没错吧？所以说啊，带软体来投靠，那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明智的选择。看清楚哦，我正常哈，我都不会赚这么少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赚这么少。就像现在呢，有很多投资朋友说他参加老师呢，每天都赚个20点，然后赔50点，赔100点。我是建议的，现在指数的波动很大，没有人在赚那20点。我跟你讲，我都跟我会员讲说，你要赚20点，你不要找我。现在没有人在赚什么4000块的啦。什么两口8000块，你就神经病好不好？没有这回事啊！现在要赚，你没有赚100点，已经对会员很丢脸，你觉得感觉到很丢脸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昨天也赚50点嘛，啊，今天这样70点，那你为什么走？为什么走？来看清楚哦，它拉上来的过程当中，哎，而且我卖这边呢，拉上来的过程当中，麻烦你对下来看，红色绿色，拉上来的过程当中，红色绿色，拉上来的过程当中，红色绿色，然后好，再来，拉上来的过程当中，红色绿色。拉抬的过程当中，主力心态都是个标标准准的空，因为主力做手95%的时间，他一天就只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向，这才是你要的软体啦，这才是你要的讯息啦。你的老师之前一下10分钟之前做多，一下20分钟之后放空，怪不得你会输到脱裤子，代表他根本没有单一的方向。所以建议大家真的直接去下载我们的软体，拥有主力心态。电话号码念给你听嘛，02-2392-3988。好，听清楚哦。所以说啊，做股票也是一模一样嘛。如果哈，你今天一大早8:56就知道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空，你会被长荣这个急拉，我还没卖到嘞，靠腰嘞，我给的价钱还没到嘞，我自己给的价钱没到嘞，你会被这个急拉骗吗？啊，结果嘞，噗，尾盘收在最低低点。哎，这样一来一往是高达将近有6%、5%，是谁造成长荣、阳明开高走低？是花旗证券的报告吗？不是，那是因为来自于大盘主力心态空，所以说大盘摆中间，个股摆旁边。好，继续把大盘解完哦。来，这是今天的非凡盘中连线的 CG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东西好了。台积电8046南电多方好价494.5，275.5。因为这两家是个标标准准用电大户，用电大户嘛，台电是用电大户嘛，然后 PCB、ABF 它也是用电大户，吼，哇，讲白一点呢，台积电，讲台积电晶圆代工嘛，还有 PCB、ABF， 他们是用电用水大户，认同吼，认同。好，来问你哦，
不管了、啊、不懂那没关系，来来来来，今天他有收上这个价格吗？今天他有收上这个价格吗？真的有点麻烦了，真的有点麻烦了。今天台积电跟南电同步跌破多方防守价，今天运输类指数收不上空方防守价，所以这个挂掉，这个挂掉哦，这两个全部挂，全部挂，全部都挂掉，全部挂掉，全部挂掉。然后阳明收盘收85.5也挂掉，因为没收上85.7，所以说这样子打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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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请问各位，是不是从大盘衍生到股票？还是从股票摆中间，个股放旁边，反正我手中有1760宝林富锦，每天都会涨停板嘛。你手中有1760宝林富锦，相信我，你手中一定会545台派，你手中一定会617中探针。而且大跌的时候，没有人聊你了，又跟你讲说，我手中的宝林富锦又大赚了，你手中3645达麦嘞。所以啊，还是老话一句的，就像你看嘛。我跟你预告，来先把台电很快速解一解、啊、台电下一个来导播下一个标，现在标台电解完了，解完了没有时间讲台电了。来，台电哈，一跟大家预告，我为什么一直在跟你强调，你只要看到利多就是利空，因为台积电的主力心态空很奇怪，很奇怪，它都没有翻红过，它的主力心态永远都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绿油油。那绿油油的情况之下，你当然可以继续放啊，继续看的没关系啦。可是我给大家一个强烈的报告，台积电它今天又跌破了多方的业水防守价，多跌破多方防守价嘛，所以说呢，基本上你要特别留意哦，488.14这个价格，明天绝对不能分线跌破。它的 definition 甚至包括这个价位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，我是建议无论如何，我们的线上课程，反正又不用10000块，不用10000块，你可以上18个小时的课。你要去哪里找了、啊？那老板佛心价了啊！反正录一次，反正就大量放送，大量放送。老师大量放送又不准啊，拍谁啦？真正会拿计算机起来按的，因为我的课程我还是老话一句，他需要用计算机，不是用看的，是要用计算的，真的是少数的。那你说主力心态空的 ESG 标的，这些我也没给你拿掉过啊。不管包括 ABF 当中的3D 星星，我请问各位，在5月26号的时候，我是不知道电价要大涨，导致于 ABF 大跌。我不知道，可是 ABF 的股价是不是在电价调涨之前就先大跌一段？那电价调涨出来之后，反而在低档上下做震荡。那我请问各位，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？因为主力做手真是他爸爸的，永远都比你早知道。包括联电都是一模一样，主力心态都是个标标准的空。你看哦，在237块钱的时候，我就跟你预告3037的星星，它的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空啊。结果呢，当你看到利多没有用嘛，每次只要看到利多，我当时在那边跟你预告，就星星它的股价就大跌嘛。包括3624的光洁前天一根长红 K 棒，还有人挑战我，还有投顾老师跑去追光洁，然后呢？你跑去追光洁，代表你在跟主力对坐了。我这样讲得够清楚了吧？代表你是在跟主力对坐，因为主力心态在80块钱的时候，它是个标标准的空。而且我在节目当中，我有跟你讲哦，好，包括355的敦泰也都是一模一样，88.6跟你预告3624的光洁，在这一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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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8.6，现在剩多少钱？现在剩多少钱？有没有连续下杀？有没有连续下杀？有没有连续下杀？有没有下杀啊？下杀之后一根长红 K 棒，你有看到主力心态从绿色变红色吗？没有，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空。包括3037星星多空放假，也跟你讲的非常就讲的非常非常明白。8046的南电也都是完全一模一样。所以说啊，全方位360哈、哦，我还是给大家一个，不是的，现在我讲坦白的，就像。欸、今天早上有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，都是台电涨价害台股大跌。早上，今天早上，他说昨天亚洲股市都涨、欸、我说真的、哦，我不知道、欸、我给大家一个修正值好不好？你今天你看韩国、日本、中国，你是投资韩国、日本、中国，还是投资台股，还是在台股赌博？要先分清楚哦。如果你没有投资，日本、韩国、中国，我建议大家盘中不要看，不要看。你过去看日本、韩国、中国，对你的投资有帮助吗？没有帮助嘛。你盘中为什么会去看韩国？我讲，我发誓，我盘中连美国期货都没在看。
你今天所有的东西它本来就会反映在主力心态上面，那昨天急杀成这样子的时候，我是做多，那是因为大盘主力心态空杀到多方防守价，就这么样的简单。那今天正常而言啊，我昨天跟你讲说今天开低多头机会，可是今天开低多头有机会，多头机会是怎样端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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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要这样子端端端呀，就要端端端多方多方啊。昨天说收盘小于关键价收，哎，主力心，哎，多头主力套。正常而言开低，它正常而言端端端端端的时候心态要多，然后就喷上去。所以说每天我都有我的一个预期，一个 expectation， 你要懂得预期，懂得去预告啊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红区啦，红区帮我选一个，拜托，红区帮我选一个，红区帮我选一个，好来，行业内股啊，赶快讲讲讲讲来，这是昨天三立新闻网，三立新闻网文章哦，三立新闻网文章哦，啊，这文章谁写的？好，我再给你一个理由。你如果今天你有去买航运类股的任何一档，我奉劝你一定要带枪来投靠。看楚，三立新闻网哦，昨天晚上的文章哦，运输类指数哦，它的多方防守价落在206.34。206.34，绝对不能跌破。今天主力作手真是有够无敌善良的。老师，主力作手为什么善良？今天长荣，今天阳明杀到脱裤子，再一遍哦。今天主力作手，这是这今年以来罕见看到他这么善良的。他没有坑杀你们哦，那是因为你们根本都不懂。那是因为你的老师看到今天长荣拉油要喷出去了，什么意思？今天运输类指数开盘开203.11，开盘直接用跳水的方式跌破206.34。台积电这一波，从678块钱跌下来的时候，有多少次它是用跳水直接跳空跌破多方防守价？跳空跌破多方防守价可以做多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可是你要架构在大盘主力心态多。你有行业类股的，我建议你真的来找我。哦，这个不用讲了，我从前年哦，全宇宙就只有我谢文恩。一个航运类股从前年开始操作，好两百，哎，我记得我是卖在去年的7月15号，我都记得没错了，5月17号，我忘记了，562只涨停板。那562只涨停板之后呢，就看近期了。我5月9号跟你预告不行，就继续往下杀，好往下杀。那来520的时候做多，好，这些都过去的绩效，我就讲快一点。然后520做多，节目跟你讲说做多，都有讲，都有讲。然后524的时候跟你讲说来到压力，你要很小心。结果530我出场，好，我出场，我赚了12块钱。那时候只做阳明，我说只要做阳明就好，不要碰长荣，千万不要碰长荣。我说不要碰长荣，有吧？一涨停板，好来哦。结果之后出场之后的话，我跟你讲说呢，你开始要看两个证据，因为阳明的收盘小119，那绝对不是一件好事。因为我每天我的传真稿里面，我都会跟大家报告有关于他多空防守价。你今天你多头格局不能跌破多，哎，多头格局不能跌破多方防守价，空头格局不能收上空防守价，这有人教过你吧？多头格局只看支撑，空头格局只看压力，有人这样教你哦，好，没有就来上课，真的好。结果呢，然后上礼拜二收不上，继续杀，礼拜三继续杀，你都这个三例都有写，新力文网都有写，谢文恩这三个字，我们看到，只有礼拜三的时候，跟你讲说弱，礼拜跟你讲弱，礼拜三跟你讲弱，好，就每天跌停跌停，然后呢出现什么假除权，我也不在乎那什么假除权，拎刀逮鸡的，因为我出的时候我跟你讲，好，我阳明出的时候我有跟你讲，哦，除了跟你有跟你讲吧，好，来，精彩来，然后跟你预告96.68，结果上礼拜是利空出来了，好，调降台侧，调降平等，然后突破40万，完蛋了，筹码混乱，不用混乱的啦。上礼拜四直接跟你预告买回，今日总算买航运股。那时候很多人听不懂什么意思，老师外资买吗？我说错，不是外资买，他们还在卖，也不是投信买，那是谢文恩买回来。长荣卖在150几块钱的，阳明卖在129块钱的，
全部买回来，买回来，买回来，急杀，有没有看到？急杀，有看到？急杀买，有看到？急杀买，就这样有很轻松赚三涨停板。哎，长荣哦，长荣卖140的，拍水拍水，那是上一次卖150的，好、哦、做了好几次，做好几次的，140高出的部位，然后买回来，哦，然后就阳明赚两只涨停板，长荣赚了一只涨停板。我请问各位，上礼拜是急杀你敢买吗？急杀你敢买吗？急杀你敢买？你根本不敢买了，急杀你不敢买啊。因为你也没钱买的啦，你的老师叫你一路买一路买一路买，然后每天跟你讲殖利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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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达20%，跟等逃啊，还在做什么殖利率，还被营业员追缴，我们笑死人。好，继续哦，继续来跳快跳快跳快来，昨天开过嘛？昨天开过嘛？86.52，好，看清楚哦，看清楚哦，看清楚哦。昨天哎，昨天我没有解阳明哦，干，我昨天竟然没解。哦，昨天86.5，哦，有，我昨天说今天压力都在95.07。95.07嘛，今天因为大盘主力性太空，所以连来都没有来，而且呢，今天运输类指数再一遍哦，大盘主力性太空8:56，导致运输类指数开盘直接跌破2006.34。我请问各位，2006.34会不会破？我昨天晚上我他爸爸的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甚至有些投顾老师，我的好朋友，今天早上一大早问我说：“谢老师怎么办？”昨天他在做直播的时候，因为美国期货涨了400多点，哦，所以说跟你讲说，哇，今天长荣会填权。再一遍哦，那叫看图说故事。我们告诉大家不要盯盘。我昨天再一遍哦，我昨天知道航运类股会跳空跌破206.34吗？我又不在算命的。我根本完全不知道嘛。就今天开盘开203，直接破。好、哦，所以说今天呢，造成长荣跟阳明的卖压是来自于大盘主力性太空，还有这个206.34开盘直接破。好，看清楚，这个是阳明明天的多空防守价，我也不想遮了，我就直接给你看了，反正你也不会用了。老师啊，83.98能不能卖？看起来好像很低的样子，今年预估赚70块钱，本益比1倍而已。来。因为大盘主力性太空，导致于这个跳水，对不对？那同样的嘛，这个价钱明天能不能买？刚好颠倒过来，要大盘主力性太多，然后运输指数收上空方好价，这样很简单。上个礼拜四我利用急杀，而且我也很有自信，在测标直接告诉你我买航运类，那是因为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因为大盘主力性太多，大盘主力性太多。但主力现在多嘛，而且来到多方的防守价。那同样的嘛，你这边一定要大盘主力现在多，因为你要知道长荣跟阳明它是个标标准准龙头全职股。所以说啊，要怎么知道？很简单啊，直接去下载我们的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的月水心态。当然，如果说你手中有持股上面问题，你想了解你手中持股上面的主力心态，还有多空防守价，好，我们电话嘛还是老话一句，02-2392-3988，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。我们明天。再见。